平常混两。先两个人，好。Let's go。是马里奥从这里冲出去，对不对？他说那边有很厉害的感觉哦。你决定要去了吗？有。Go。他说祝你好运。你要小心哦。怎么回事呢？乌噜噜。他说什么？没有说什么。进去啊！马里奥自己乱跑。这里有一个东西。马里奥。你讨厌的，你给我过来。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？他吓我们。他刚刚被抓，然后现在救他，他现在这么臭屁。我逼逼你。还不是我救你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！ 新人海盗。我怎么了？我死掉了。我怎么掉那个东西？我过不去了。还好。这个马里奥完全不帮忙，他就自己跑掉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不帮忙你还吓人？不帮忙就 OK 了，还够吓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射这个？这个？我射过。不要按。哇，好不便。他还给我一直走后面，走后面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不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他太坏了。这只有你会跳而已。你那么厉害，还会被抓走？这我，你不能跳吧？你以为这是3D 马里奥？怎么跳不去？对啊，这不是3D 马里奥，怎么会这一招？还是奥德赛？他以为在玩奥德赛。最讨厌这样子。没关系，我过不去了，我根本不能走啊。那我就带你走。你卡在那边。我根本不能动啊。照看看。我也不能回来。尖爪，你以后应该发你 boss。 出来了，那么简单。 boss 要打吗？直接回家。还给我包包扛回家啦。对啊，赶快回家。而且是我救的，是我们路易吉救的。他说什么？你居然来到这边，路易吉。你要是逃走就好了。居敢来挑战我，还把这里面的鬼怪都抓走了。
吸吸吸吸吸吸，一只一只都被他吸走了，都被你吸走了。然后老板也被你们抓走了。你们小看我吗？真是太令人生气了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他说要是我认真，我会把你们全部抓起来，全部关到画里面去。不是你的。哎呀，他们又被抓了，太开心了。下一个就是把你们关起来，看招。啊！又是路易吉，哎，路易吉这次好厉害哦！狗狗剑。对啊。你刚刚按没有说什么？按。快点！天涯博士。博士被关了，不能说话了，自己想办法。应该他应该要放大的，站在那个。我不要。哎呦！蛇吸舌头。哎呦！吸舌头。不行啊！吸舌头。跳！厉害哦！我还来得及。你去用灯照他看看。哎呦！吸球。吸不了，还是用炸弹射他。等一下应该炸弹。没关系，刚开始一定没办法攻击，躲就好了。刚开始躲就好了。刚开始躲就好了。来来来，这应该很吸的。这应该是炸弹。没有小的，吸小的。等他射嘴巴。哎呀，他没有。没关系。一开始不会，躲就好了。等一下他会有人。可以吹起来，可以吹起来。旋转招是吗？炸弹。雷电。啊，刚刚这里。炸弹，对，炸弹来，然后有些是假的，那个要爆了。我知道下舌头出来的时候再攻击，是吗？射的啦，你要注意啊，都来不及。我刚已经有爆了。后面一点，后面一点，我先帮你补一下。好，他要丢舌头，他吐舌头了。不行啊！我跳！我再厉害打哦！还是我可以走他舌头。还是要用这个灯，神奇灯，按 X 的这个灯，还是要用、等他舌头弄出来了，我觉得应该是他舌头出来的时候，然后你用这个
灯。炸弹来了！炸弹来了！炸弹来了！或是 X， 请 X 的灯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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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我笑的脸哦。哎呀哎呀！哎，我的炸弹自己不见，快点吸它。这样子吗？可以拨舌头，快点快点！一、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成功。就是要这样丢哈。不知道还有几次才会死。三次。分身，这是不是要猜哪一个是真的？现在就知道，快躲！你小心！快躲！你小心，我不会。不行，神奇的一样哦，炸弹！是不是火球？哇！跳跳跳跳跳！我们已经有爱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Yes.刚开始不知道怎么玩，乖狗狗。啊？哦？嗯？路易吉超勇敢。我最勇敢。火球速，我还是你。你要跳哦？对啊。正中间，我躲在正中间无敌的。炸弹呢？他要跳，他要跳了。来哦！哎呀，他躲哪里？你不要一直乱动，他真的要攻击再躲。好，好，好，小心，跳哦！跳！后面哎，只要连续。没关系，我也躲不掉。应该躲不掉。我刚刚也躲不掉，没关系。炸弹来！来来，再来一点吸，小心，一人吸一个。哎、欸，我是、欸、我是假的。我的也是。哎、欸，我都丢不到。正中，来这边跳。炸弹要怎么丢啊？你丢中他嘴巴。刚刚怎么丢？我不知道，我就只听你丢。还有一次。火球，火球躲中间。太过去了，太过去了。再过来一点。你要看啊，他又还没丢下来。那你自己叫我。现在还有很多骨头。来来来来，有一个是假的，有一个是假的，我这里是真的。哎呀，为什么说射不进去啊？要他这样子咬咬的时候，哦，跳跳跳，射到我面前，我根本跳不。是有一只是假的，对，有一只是粉色的，眼睛看得出来，真的眼睛有亮。看，真的才会有火焰，才有紫。跳，厉害哦！好，要。太拽！不要怕，不要怕。然后你让我。好，再来最后一次，来哦。来一个深的。这是。厉害哦。是你丢的。嗯。只要我们两个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后往后啊，往后。哎哎哎哎哎，可以啊，嘿，嘿，好，很棒。应该最后一阶段。对，真是。死
死了吗？雷卡清诺，哇，你怎么打？可以把房子吃掉。他就是要把房子吃掉。真的、哦。哇，飞起来了。三阶段，哇，就这样时间限制哎。我在这里，快点！这就只有一个位置。炸弹来了，快点！这一次给我两个。哇哇哇！这怎么不中了？超帅的，拜！一秒钟！快点快点，还没！往后往后！哎呀哎！我来了！还有后，往后。进来。哇，进去了。打完了。宝石。才浪费两个命，你知道吗？认真一点，搞不好还没完，快点。啊。哇，好大、啊！他要放哪里？缩小了。好可爱啊！震动，没结束。你有在震动吗？没有。快点啊，宝石！赶快拿宝石啊！还没结束。结束了。小狗狗。嘿嘿，狗狗真的是。这狗狗很肥。Hello。赶快用灯照它，快点。OK。哎，这次又是我们救的，我们比玛丽又厉害。最后的大宝石，那个宝箱哎，哎呦，哦哦，该家一起啊，该饭店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帽子头那么大，怎么戴帽子？哎、欸，他吃掉。我笑死！破关了！破关了！然后他们真的在一起盖房子，一起盖回来破关了。哎、欸，他还可是他还是把安全帽吃掉了。那不关了。还好最后一关不难，因为你刚刚炸弹都是你丢的，我都没有丢到。我丢两颗，然后丢了他嘴巴。你丢一颗，嗯，都是你丢的。哎、欸、，Ghost 也可以开车耶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只 Ghost 为什么白天可以出来？
Go 是不是都是晚上才能出来？白天。好好玩啊！看他最后会盖起来，盖得起来。水泥搅拌车。对，是水泥搅拌车。就是用水泥做。水泥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粘，那个砖头粘不起来，就它就涂在上面，然后再放一个，那个砖头。很像。它就粘胶。就很像粘一个纸一样。对，很像粘胶一样，把它粘起来，就是水泥，要搅拌。所以它那个桶子会里面会转水，又盖一个新的，看，盖一个新的嘛。对。那这么多，如果一起这样子会不会跌下来？如果一起超厉害的，他这次比马里奥还厉害，1000万倍。马里奥还吓我们。鬼不用坐，坐在空中。他吃三明治，狗狗吃骨头。对啊，马里奥坐这边，我帮忙。对，因为马里奥本来是工人，对，他是水管工人，对，所以他会盖房子。哇！就是要盖一模一样的，是啊，当然，最后会不会像里面还有海盗船？哎，公主还会帮忙。哎，他那红色的是什么的？他连安全帽都吃。哎，他还是也有戴啊。哎，我也在帮忙。他听到自己的手，你看，他打到自己的手。嗯，没关系啊。因为他是史莱姆。叮到他手也没关系，他再重生一次就好了。他们变好朋友了。那个博士，他哦，他要油漆，可是没有楼梯，他抱他上去。那个紫色的鬼抱他在上面。我把地毯铺好。对，现在铺外面盖好了，现在要用里面。现在里面要放一些需要的东西。没关系。但是这坏的还是要关起来，好的把它放出来。一般的鬼就把它放出来。一般的是受到它的控制的。哎，做好了。因为他们有工作了，那他们的家。他们变好朋友。恭喜你过关啦、！B 级，最好应该是 A。A 吧，一次都没有死。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他们要走了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我什么我也留在那里。拜拜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饭店的头上跟那个博士的头怎么样？对，一根毛。幽灵狗。哎，这么快就睡着？再过2秒，一闭眼睛就马上睡。
太累了，因为我们抓太多。Bye everybody. Bye everybody. 我们抓太多狗屎。嗯，过了。嗯，好好玩啊。